备一下，把那两个铺上去，要不要姐姐们？对，被套上不去了，姐姐们，对不起，被套没有了，啊，我不说了，姐姐们，被套我不说了，姐姐们、阿姨们，今天3000位家人，很感谢大家，好不好？直播间的家人们，啊，直播间的姐姐们、阿姨们，听好了，好吧？直播间的叔叔、阿姨们，听好了，今天给大家好东西，糖糖，粉丝们一直在默默支持跟陪伴，我决定给大家好东西。你们有没有睡过一个智能床垫？智能床垫啊！这个床垫是智能的，冬暖夏凉，而且姐姐们带有微磁，有300多万的微磁啊，所以姐姐们给你看一下，直播间所有叔叔阿姨们来，看到没有？好看不好看？那个没有了哈，姐姐们那个没有了，有没有看到虫草？看到吗，姐姐们？并且有没有看到冷热交替？看到没有？冷热交替，冬天热，夏天凉，并且有没有姐姐们阿姨们？有没有感觉自己睡觉打呼呼的？有没有老人味的、老人皮的？有没有？特别是咱们叔叔阿姨们，腿脚冰的凉的，有打个有来，我给你看一下那个家们，这个被子的每一个床垫呢都有个检测报告，然后呢，姐姐们背后看到没有？全都是微磁颗粒，全都是微磁颗粒。然后姐妹们，我给你看一下那个，所有人看好了，姐姐们，我给你看一下哈，糖糖你过来看看。这个是什么，姐姐们？这是我可以喝的茶，可以喝的茶。然后你看一下，姐姐们，看好啊、哦，看清楚，看到吗，姐姐们？要不用后置镜头吧？我用后置镜头给你们看一下，姐姐们看好，你稍等一下，所有人看过来，姐姐们，这个是什么事？看好，牛不牛？姐们牛不牛？牛不牛？姐姐们看一下。牛不牛，姐姐们，来准备好手术，来，姐姐们，今天智能床垫，而且呢，你们看到没有？这个是明星产品，明星产品，而且呢，姐姐们，看到吗？看到吗，姐姐们？雪域虫草 A 类级的，来，准备好手术。这个东西呢，特别神奇，1.8米乘以2米，1.5米的床，2米的床，1.8米的床都没问题，姐姐们、阿姨们，不用跟他说话，改价，来这里能改多少？啊，只能改到1199是吧？对，这个有点贵哈，智能床垫，你看一下有没有券？有，但是不多了。有多少券？有200跟500的。那要加个500的吧。姐姐们阿姨们，这个床垫有点贵哈，因为里面有很多那个磁能，有很多磁能。然后姐姐们今天感谢大家，1199加500的券，699全部上车，来3、2、1上车。来，姐姐们阿姨们已经上车了，所有人去抢，这是智能床垫，这个不是我的，先拍着就行哈，这样吧，拍拍。然后呢，大宝在这里，糖糖呢，糖糖刚刚去跟我说谢谢张哥，因为这个智能床垫糖糖也懂，糖糖也知道，我感谢你们一直陪伴。然后姐姐们，这个床垫已经上车了，今天是1199加个500是699，所有家人们抓紧去抢购1号链接，对，1号链接抓紧去抢，好不好？已经上车了，各位快快快！1.8米乘以2米的床垫，2个枕头套，1个床垫，智能的。然后叔叔阿姨们，你们有没有感觉自己每天走路走不动的感觉，会喘的？特别是长年累月，身体一年不如一年的，这个床垫是智能的。然后呢，那个大宝，可能你也自己见到这个高端床垫家嘛，收到货之后呢，给父母盖，给父母去睡。给爷爷奶奶，特别是你知道吗，姐姐，你知道吗，这样吗？你这样子，你转过来，很多人这个位置啊，很多人这个位置，包括这个位置有情况的，因为我们床垫睡上去的时候很舒服，所以有没有这种情况会出的，凸什么出的，姐姐们可以去拍。对，1号链接，每一个家人们抢到之后，给父母，给爷爷奶奶，1.8米乘以2米，1.8米乘以2米啊，就是说1.5米的床，2米的床，1.8米的床都可以哈，姐姐们收到货之后呢，答应我给父母睡，199，什么意思啊？199吗？哦，你把它什么意思，助理？我把他的明星券也用上了，把小慧的那个券给用上了是吧？对，199吗，姐们？把小慧的券用上了是吧？那行，没关系，小慧的券是吧，姐们？是不是199还是699？199吗？那就拍吧，别管了，先拍，姐姐们先去抢，
别管了，先拍姐姐们，每个粉丝们先去抢一单，对，能拍的赶紧去拍，对，199那太好了，快快快快，我那想啥呢？你不用瞪着我，告诉你哈，不用瞪着我，来，姐姐们、阿姨们，这个1.8×2米的床垫，两个枕头套，一个被套啊，一个床垫，然后姐姐们，这个床垫呢，姐姐们冷热交替，特别给力，所有老粉在不在？老粉在，叔叔阿姨们去抢一单。特别是那些身体啊一年不如一年的感觉很累的，特别是姐姐们身体很糟糕的姐姐们，199每个人可以去拍个两单，然后拍个三单，然后这样子啊，糖糖，家人们，我跟你们说个悄悄话，因为糖糖也在这里，糖糖以前呢也见过这个床垫，这个床垫是什么意思呢？它不是普通床垫，它背后有很多微磁颗粒。什么叫微磁啊？就是你在睡觉的时候啊，它会给你磁疗，能理解吗？磁疗是干什么意思？磁疗是对身体帮助很大的，能理解不姐姐吗？所以这个床垫特别神奇。然后姐姐们，没付款的每一个粉丝们去付款，好不好？没付款去付款。然后这样子，糖糖，你跟粉丝们说一下，这个床垫坚持睡，因为我妈妈70岁了，包括我那个我还有一个大姑啊，我大姑81岁了。因为我妈妈70多岁，有时候以前啊，她上个楼梯她是爬不动的，那这个床垫对这个腰啊特别好。而且有没有老人味老人皮的，你知道吗？老人味老人皮的有没有？我给你看一下，家人们，它这个背后啊，你们所有人看过来，背后全都是微磁颗粒，你看到没有？所有人听好啊，姐姐们，来直播间的家人们，这些微磁颗粒对我们帮助特别大，我给你看一下，姐姐们，你看好啊，听到吗？你看这里，家人们，这里是不是没反应？然后你看这里，你看没有？看到吗，姐姐们？看到吗？看到吗，姐姐们？牛不牛，姐姐们？所以老人家、年轻人，包括叔叔阿姨们，今天这个可以洗，可以洗，多晒太阳，好不好？可以洗，然后呢，可以多晒太阳，姐姐们。这个床垫的好处里面是有虫草，还有什么？还有灵什么枝，姐姐们。所以今天没付款，家人们去付款，好不好，姐姐们？没付款去付款，来，姐姐们，所有家人们没付款去付款，好不好？没有了吗？没有了。糖糖，你这样子吧，你跟粉丝们说一下，我觉得很多粉丝们特别善良。这个床垫刚刚没谁没拍到的，谁没拍到的家吗？我看一下什么情况，被拍了吗？抢完了。你准备怎么办呀？家人们，咱们打正能量啊，咱们打一波正能量。没有了。你看张总这样子的话，确实小薇这样做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人家说了。小辉，你站起来吧，快点，你好好说，你好好给张总说，你那个什么陈经理现在在外面还是在哪儿？你不用管，陈经理在，陈经理他们等一下就来。你不要过来，再过来跟人家。你还叫陈经理他们过来干嘛？不只有陈经理，我陈哥还带了帮手。你还带帮手来？就你们这样欺负我，等一下有你们好看。小薇，我劝你就不要再搞事情了，好不好？你看你现在啊，弄得张总这边货也不给你。大宝，我觉得我们不要解释太多，因为你很善良。因为因为这个事情啊，也是因为我而起，然后让他你这边一些让你也做了损失了。对，没关系，这个没关系，好不好？然后这样子，大宝，你听我讲。今天直播间的姐姐们，这个床垫对我们帮助很大，我不想跟她解释，不想跟她说话。姐姐们，床垫多少人没拍到的？我发现一个人拍了30多单，然后姐姐们现在2600多人。姐姐们，今天感谢大家，对，感谢你们把正能量打在公屏上，把正能量打在公屏上。这个床垫是1.8×2米的，非常好。然后姐姐们，腰、腿、膝盖、肩膀有情况的，经常头发一抓一大把的，感觉自己很累的，有富贵什么包的，你知道吗？大宝，很多老人家有富贵什么包。那么咱们这个床垫特别给力，姐姐们、阿姨们，没拍到姐姐们，今天这样子，把手放小黄车，来，姐姐们，我跟你说，姐姐们，今天所有人听好了，
阿姨们叔叔们，我很爱大家，我希望你们身体健健康康的。我看到这个人一直在这里搞事情，你看他拿着手机在搞什么，我不管他。姐姐们，这个床垫对我们帮助很大，而且它是智能的，它是1.8×2米的，孩子也能用，好不好？助理，有多少单？10几单是吧？全上了，来，只有10几单，全上了，来准备，3、2、1，上车。上了。来，家人们，还有10几单，每一个叔叔阿姨，每一个爷爷奶奶，这个床垫你们全部去把它拍了，好吧？这个床垫对你们特别好。然后呢，抢完之后我们就结束了，跟那个被套一样，那个被套拍完就没有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有些渠道被人拍光了，所以家人们已经上车了，去抢就行了，好不好？然后呢，用户378我看到了，姐姐们，今天晚上我会让你们看到对，小慧又拍了30多单是吧？没关系，来，家人们上车了，去拍就可以了，好不好？感觉怕冷的，腰腿有情况的，特别是糖糖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这个面料啊，摸起来是特别丝滑的。然后这个床垫的背后是什么，姐姐们？床垫的背后都是什么？微磁颗粒，都是微磁颗粒，好吧，姐姐们？今天199全部给大家上车，好吧，姐姐们？能拍2单拍2单，能拍3单拍3单，特别是叔叔阿姨们，常年累月啊，身体不是很得劲的可以去拍，它是明星产品。明星产品，看到没，姐姐们？而且看到吗？有没有看到，姐妹们？有没有看到？看到吗，姐姐们？这个床垫是真的是个好床垫，好不好？小慧，你不用瞪着我哈，瞪着也没用。姐姐们，你知道吗？有个人一直瞪着我，一直瞪着我，啊，我不想跟他说话，我就不想跟他说话，好不好？来，没付款的叔叔阿姨们，每人去抢一单，然后这个床垫就下车了。然后呢，大宝，我跟你说一下，行啊。好。现在直播间都是铁粉，2600人，嗯，很多粉丝们都喜欢你，都支持你。那今天这个事情，我不想多说啥，我只是想让粉丝们，让咱们家人们体验到好东西，让叔叔阿姨们能有个好的身体，好吧，姐姐们，我希望你们健健康康的，我希望你们身体越来越好。所以姐姐们，这个床垫已经没付款，你们去付款，然后你们能不能答应我？来，家人们听到说话扣一来，你们能不能答应我一个事情？回家坚持睡，好不好？你们能不能坚持去睡？你不要睡个几天，哎呀，我不睡了。听好了，这个床垫长得不好看，这个床垫不是最漂亮的，但是这个床垫能给你们一个好的身体，特别是那些孩子在读书的，有没有？你知道吗？有很多孩子，嗯。很多孩子在读书，那读书的时候呢，有些人晚上睡觉睡不好，小朋友在长身体，他需要一个好的睡眠。所以姐姐们，这个床垫你们收到货之后，给孩子睡，给父母睡，给老人家睡，因为这个床垫不是个普通产品，好不好，姐姐们？哈，然后呢，我就准备什么意思？还有3单是吧？是的，还有3单就没了，1.8×2米，啊，这个床垫是1.8×2米，也就是说1.5米的床可以盖。可以铺1.8米的床也可以，2米的床都可以。因为姐姐们、阿姨们，我希望你们身体健健康康的，我希望你们身体好好的，姐姐们。所以这个床垫你们答应我，坚持睡好不好？然后呢，我给你看一下，大宝还有糖糖，你们看过来。直播间的家人们，你们发现一个问题没有？来，把那个灯拿过来。直播间的家人们，我跟你们说一个悄悄话，来，来，直播间的每一位家人们，我跟你们说个悄悄话，来，姐姐们，今天啊，你们看一下。所有人别眨眼睛，看到吗？一床一马，看到吗，姐姐们？一床一马，姐姐们，有没有看到？看到的不看到？你看看是不是看不到的？根本就看不到。然后你看一下，看到吗，家人们？牛不牛？所有家人有没有看到？这个床垫很重要，所以姐姐们，今天拍到这个床垫的每一位粉丝，你要知道这里面还有什么？还有检测报告。检测报告每一床都有，并且呢，这里面还有恒温，还有你看到没有，草草本本的，能看到姐姐们？还有什么什么什么看到没有？非常给力的一个产品。所以姐姐们，来5秒钟结束，好不好？不用看着我，来，糖糖，这个人一直看着我，我不想跟他说话，来，姐姐们，来，糖糖，来这样子，我们5秒钟结束，然后呢，这样子，我刚刚收到有消息，他说有人过来是吧？来，5秒钟结束。4秒钟结束，然后呢，今天晚上我希望大家收到货之后坚持去睡，好不好？拍到没有，家人们？拍到打不拍到？谢谢张总，谢谢糖糖，我拍了3单，我拍了4单，对，能拍2单拍2单，能拍3单拍3单，这个床垫真的很好，没关系，家人们，没关系，好不好？我们这边有很多人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没关系，
然后这样子床垫就下车吧，然后这样子姐姐们阿姨们把车下了，好的，把车下了，家人们来直播间，家人们，坦坦，哎，你现在跟粉丝们说一个事情，我这样子，家人们听到我说话扣一来，坦坦这样子，我发现一个事情啊，把车全部下了，把车下了，来这样的坦坦，你跟粉丝们聊一下天，他好像把陈经理叫过来了，我去安排一下工作，我五分钟，我三分钟回来，两分钟，好吧，姐姐们，能不能聊好两分钟时间？好家人们，我们等一下，我们等一下那个，等一下那个张总，行不行？这样吧，两分钟时间回来，好吧，姐姐们，这下给我一下，嗯。张总今天晚上饭都没吃，头发都起炸毛了。张总这个人还是特别好的，但是弟弟把灯给我拉过来，家人们，张总到现在饭都没有吃，水都没有喝，气得一头汗，没事儿，让他去安排一下，你放心吧啊，也不可能说今天这个事情我们就做一个结果出来，好不好？今天这个事儿必须得有一个结果。弟弟也给张总点个外卖。嗯，好，我去吧。家人们说的对啊，给张总点一个外卖。张总真的是感觉头发都气炸毛了。不管今天啊，家人们，咱们打正能量。今天不管谁来。不管今天谁来，我本来我说今天晚上张总不来，等到十二点我都会等。今天既然张总来了，我跟家人们说，今天哪怕播到凌晨两点，这个事情也必须有一个结果。这个结果我要做的是让张总满意。什么时候张总觉得满意了，他的事情这次解决的，他可以接受。他觉得这事儿能过了，我就什么时候下播。家人们啊，如果有想休息的，咱们可以早点休息，但是我今天必须把这个事情解决了。如果今天这个事情不解决，我也不可能马上回河南，因为咱们做事情不能这样，不能因为张总为了帮我，然后把人家张总的生意搞得做不下去，对不对？今天大家也看了，张总确实很生气，我今天肯定是一定哪怕播到凌晨两点，播到三点，今天这个事儿就得有一个结果，然后把这个事情了结了，然后我再回去给我父母一个交代。咱不可能说再去让，家人们没办法再让了。大宝你觉得呢？哎，我觉得就是你的善良最后得到的就是今天这个结果。他还带人跑到人家张总的公司来。我等下再跟他说吧，让他说不要带人什么的。让他回去。他已经找人来帮忙。现在不是还没来吗？我去阻止他一下。来了呀，你没听已经来了吗？已经来了。大宝，你怎么老反应迟钝呢？人家不来的话，张总去解决什么问题啊？人家已经来了，大宝就是……哎呀，我去跟小薇说一下吧。去吧去吧，你说了，估计也没用，家人们啊，你们觉得大宝说话现在管用吗？大宝就真的慢半拍，他现在都不知道人家人已经来了，没来人家张总跑出去干什么呢？人家去解决什么问题去了？对着空气解决问题啊？
我都急死了，大宝这个性格真的是慢。你别急，我去再。